不是我吓唬你们，这种子弹没几个人能拿到，它就是九毫米。哦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这种烂大街的子弹怎么可能是最稀有的嘛？那你快说呀，最稀有的子弹到底是哪个？哎呀，是马格南啦！咦，怎么啦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就不信，还有哪种子弹比它更稀有的？哼，只不过 N 港晃悠了一大圈，还是两手空空。挑战最稀有的子弹吃鸡，我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啊！我太难了。哎呀，别难过了，陈宝，我给你表演个才艺吧。真的吗？那你用我男的声音说女英雄的台词。请请尽情吩咐妲己吧，主人。哇哦！没想到小叶还有这个技能呢、啊，各位小老叶，赶快点个关注，下次我认他扮萝莉呀、啊。哎，这里有个空投啊，你们说会不会有马格南呢？什么呀 ？AUG 呀！5.56的子弹可是最最最常见的啦。哎，今天的烤鸡它是要飞了。马格南，马格南，拜托，一定要是马格南啊！ 3, 2, 1, go！ 哇塞，还真是！你们瞧瞧红尘之嘴，是不是说啥来啥呀？注意注意，加完红尘关注，好运前来相助哦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李青娘嘞，是哪个鬼子把我的车胎打爆了？看我不一枪毙了你的小脑壳！哼，咱家马格南的威力可不是盖的，好歹他也是全海岛最稀有的子弹啊！这他妈的，前面有人哎！棒，一个，两个，说，你们最后一个队友藏身何处啊？乖乖招供的话，说不定我能饶你们一死。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嘛。哎，你这小猪是打哪来的？闷头往前冲，可真是个憨憨。别急哈，让我补充一下物资。貌似山里还有一个人嘛。瞧瞧，车车躲在这呢，我已经看见他了。降神的称号，我真是实至名归啊。话说今天的挑战没难度呢，加码加码，只用40发子弹吃鸡，走起！来了来了，小女侠来出题了，值红尘挑战40发子弹吃鸡，空投获得50发，杀人用掉9发。那么请问今天能拿多少发？2把EWM 在手，还愁吃不到鸡吗？哇哦！8倍金哎，有了他的加持，30杀也不成问题啊！不信你个鬼！不是吧？场上就剩2名敌军了，看来今天的30杀是没希望了。不过就算是最后关头，也不能轻敌，万一碰上绝世高手，可怎么办啊？就这，这就被我打败了。让我乘胜追击，杀了他的队友。完蛋了，游戏还没有结束，刚刚的第一个队友被扶起来了，他正在向我们冲来，拼了！哼，终究还是我道高一丈啊！今日份挑战成功，宝宝们还有什么魔鬼任务啊？统统放马过来吧！